兄弟们，你们看我又赚到这个极品 IDC 了，还是那个夕阳的夕，他好像是认出我来了，一直锤我。哎呦，你不要锤我嘛。不爱。本想着这把在科技馆跟他好好切磋一下，这一落地差点就没了，还有这波失血反杀了。这个人还是个高 KD 选手呢。正当我在填子弹的时间，这极品 IDC 打掉了两个鸡哥。啊，我这哪能沉得住气呀，我也要打鸡哥。但后面波波间的粉丝告诉我，这把有很多个狙击仔，这迎面而来的木乃伊就是其中一位。哎呦，这么欠口声，我能放过你？刚跟极品 IDC 说完话，这外围的一个狙击仔吓我一激灵。这维克多一波带走你好吧，这跟人机似的啊，跳下来了。这个主播说话有点魔性啊。这刚说完，哎呦，你干嘛，这狙击仔居然把这个极品 IDC 给拿捏了。我生气了。你这个定线定位还没我18厘米的二弟听得清楚呢。正当我在吃快餐的时间，这个极品 IDC 又被我粉丝给嘎了。哎呦，我不想玩了。不是，这个狙击仔当着我的面鬼跳，我直接带走你。紧接着进圈，哎，这波我真的不管是打还是不打都得嘎。我是真没想到这还有狙击仔在蹲我。你看这哥们没母的，咱都理解一下啊，一点素质教养都没有，一猜就知道是没母的。我以为第二把还能抓到那个极品 IDC 呢，谁知道这把抓到三战神了，还是那位打仔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的数据还是不是三战神。不去，居然还是三战神。这个三战神的页面太有压迫感了吧，他的 KD 居然是一生一世。这第二把落地没多久，我真的被无语到了。带走这个人以后，我正舔包呢，我听到前面有枪声，我一看淘汰信息，三战神打仔也跳科技馆了，还被别人带走了。我高血压滋的一下就上来了，直接冲啊。这边我知道花坛里面有个人的，还是我直播间的粉丝。正当我准备下楼去打一楼的，这粉丝反而出来打我，属实给我整懵逼了。哎呦，你干嘛？行，我忍着。第二条命去我老家新城小高楼发育一下就好啦。咱们打游戏要笑着玩。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可以看到有个空投，先别着急，吃快餐，可以利用它钓钓鱼。你们看，这小鱼不就来了吗？打完我正想吃快餐呢，谁知道又有船来了。哎，看到了，他出来了，直接开枪打。我靠，这波枪马了，我靠，换好子弹直接拔雷。这粉丝这时候还跟我对起了暗号，你打我的时候你可真下得去手啊。哎，这下好了吧，你被别人带走了，这可不能怪我哟。这个老六就在树后，咱们看一下，他出来了，直接打。我靠，差一枪，我操，没打掉就算了吧，直接趴着刷，等圈刷就好了。这时候圈刷出来了，还在圈边的位置，可以去舔下一落十九的空投。哎呦，怎么刷了一把 AWM 啊，还好有个三级套，舔完以后就回来吃快餐喽。我靠，也太 beautiful 了，还是我家的宝宝好看。哎，这边防区有辆车，哎，有人开枪，看到了直接打。哇，这波压枪也太帅了，可以听到这个人也在打人，说明这个人这附近有人。哎，看到了直接打。我靠，这波我已经给兄弟们真的放的超级大了，我不是真的科技耶，我是假的。这边趴着看着烟里面应该有人，所以瞄一波。哎，出来了直接打，打掉居然不是三战神，不知道那个三战神还在不在世啊。先不管了，先往前面封烟进圈了。这时候来到圈边的位置，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，所以说我们静观其变就行了，再等待圈的刷新。这时候听到三三德人带走了一个防区的，直接干拉过去，干拉的同时预瞄点一定要随时架好敌人要出来的位置。来到这个平房里面，我就听到房区里面有脚步，我靠，这里面一个人，先拔雷看他怎么说，看他怎么说。好家伙，你居然躲这里面，我一颗雷塞你空巴里，直接带走。我靠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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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进来先进来，喝个药药。这时候人的位置都摸清楚了，这个三战神就在我隔壁房间，打好要直接拔雷塞你空巴里。我靠，不行，这三三的要下来了，先拔雷打三三的。啊，不是小孩，你干嘛？你打我的三战神干嘛？哎呦，我生气了，哼！带走这个烟里的小孩就要来了，直接打一波，然后缩回来，缩了回来，不换好子弹，等他消耗完。其他打完了吧，该我了，直接带走。啊，你个小孩，你干嘛？